弟弟，你姐呢？亲爱的，你在我心里面永远是这个村最漂亮、最美丽的女孩。快走啊，在那里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小小。干嘛呢？你在？上来了。哎呀，我上来看你呀。晒一下玉米干，今天天气好。我的天哪，小小今天可穿的真漂亮啊！谢谢小小。来，我这里上次答应你的，给你买了些棉衣棉服，这件是、啊、这两件是给你父母的，这件是给你的，快穿来试一下。就肯定花了不少钱吧？没多少，就多少钱？我给你花钱。就我托朋友买的，几十块钱就买。买这么多呀、啊、不用给钱，不用给钱，真的很便宜的啊，不用给钱啊。小小先拿着，先拿着、啊、谢谢啊、哎、谢谢。快穿来试一下，那我收着了啊。再见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够呀，穿着暖和呀。看你穿的合不合身，好不好？哇，小小刚好合适。哎，真会买呀。刚好合适，我觉得特别漂亮。有没有我料啊？有没有我料？哦，我着呢。我忘记了，下次给你买吧。啊，弟弟，好不好？这个几十块钱吗？对呀，这几件才几十块钱呢。这哪里才几十块钱？这你也信吗？李宁的1000多，很贵的。没有，小小，你别信他的，没有，托我朋友买的，几十块钱买的。我这个别说了，迪丽啊，住过迪丽。可能高针衣服太贵了，你拿回去换了吧。这怎么退啊？我都收了你的钱了，小小。1000多，没事，我退了。啊？我拿给我女朋友穿来试一下。啊，弟弟，他这个衣服太贵了，我们买个价格高的。来，你睡觉。你看嘛，这个我女朋友穿的才好看，她嘛干活穿这么漂亮衣服干啥子？啊，这我给小小买的。走，去我见我的。哎，弟弟，这。小小，这我给你买的。没事，都在家里面干活了，我也用不着。1000多买的是吧？没有，他骗你的，几十块钱买的，真的，托我朋友买的啊，你别信他了啊。如果真的是1000多买的呢？这也没那么多钱。没有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们骗你的啊，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多。真没有那么多。没有，真的，真的啊。他们骗你的呢啊！那我忘记做饭去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，进来吧。哇，吃腊肉吗，小小？对，又是把你买进来了。哎呀，你坐吧。好，好。小小，啊，你家腊肉太好吃了，我今天吃的好饱呀。是吗？好吃的话一路经常来。啊，下次再来吃可以吗？哎。啊，那我今天就先走了啊。这么快呀？不玩一会儿吗？啊，天色不早了，要先回去了啊。那小熊哥，你等一下。干嘛呢？干嘛呀？这是。我都吃那么多了，还要给我拿一点。连吃带拿这么多吗？给我买这么多衣服，那就报废了。我收了你的钱的，小小。那我走了啊，小小。小强哥。啊？嗯，下次是再见了。
哪里啊，弟弟？来来来，啊，来来，你过这边来，进来，进进。哦哦，好好。小小，小小，大江哥，哎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心有灵犀一点通嘛。哎呀，这么远的山路，你多久上来的呀？早上六点就上来了。六点就上来了呀，太辛苦了吧，小小。来，我帮你背一背。不用不用不用啊，这个来来来来，我扶你啊。哎呀，等回去吧。啊，走。小小，休息一下，别这么远了。休息一下，小小哥。啊。那我们在这个休息一会儿。你怎么都不带喘气的呀？习惯了。我天哪！哎。我们休息会再下去。小小，你每天上山干活这么辛苦，有没有想过去外面发展呀？我出不去呀。为啥呀？从小。就生在这边大山，长在这边大山，这里的每一处都有我们满满的回忆和牵挂。小时候我们都经常跟着外公外婆他们到那边大山去找药材补贴家用，然后现在的话外公已经不在了，外婆的话已经也就是渐渐的老去，我父母身体也不是很好，弟弟也还小，不太懂事，所以我还是不出去了吧。桑边花说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才把